比如说，你跟孩子，你跟他喊了一句，喊一句很危险，不可以这样子做，很危险。这时候马上他会有什么地方受损？那第一，喊他失去了稳定性；，第一他好像做不对了，对不对？马上稳定性啪毁掉。 好，那个宛平呢？他问的问题其实呢，就跟这个人性五行有关系哦。那比如说，这个宛平可能对于五行方面一个探讨，就是说人的互动吧，哦，人的一个互动性。那比如说小孩子呢，我们经常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子做、哦，哈，那很危险啊，等等啊，对不对啊？那越越越讲，他是越要做哦，就是那个跟你跟你杠了，跟你抬杠，有没有？你你越讲他，他越要做。那么呢，呃，有时还会因为这样而生气哦。那从孩子的角度来说。 那宛平是在分析哦，他的他的孩子是要达到什么需要？因为五行基本上有五种需要，所以这时候他达到什么需要？所以他宛平这里讲说，他是因为好奇，他们是因为好奇发现新的事物啊、哦。OK，可以学到新的东西木，可是家长劝说不可以土，然后小孩子就会发脾气金，呃，来来卸掉这个土嘛。OK。 哎，不错，你们不错哈！上了课之后懂得用五星来做分析，很好啊。那基本上基本上没错啊，晚平基本上讲的没错，但重点啊重点，那你要你要去考量到他的那个当中的那个互动啊。第一，小孩子经常会摸东摸西，做东做西，对不对？确实，人的成长过程里面，我们都会呃所谓的想要去探索啊、呃，学习更多。 之后呢，能够让我们知识成长，对不对？甚至去了解到这东西是什么温度、什么形状，是软是硬的，啊、呃，包括它的那个纸是怎么样的哦，我们都会想要去感受。那么人的成长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从水啊先开始，因为在五行里头呢，大家记得哈、哦，那给我一下天眼。那我们讲五行啊，记得大家讲到这五行的时候呢，五样东西哦，我们有金、金。 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。好，这五样东西哦，它在我们人体里面不单单代表我们的器官，比如说那个叫……这对不起，应该讲脏腑哦。 不同器官脏腑，那比如说金主肺，水主肾，木主肝，火主心，土主脾胃啊、哦，主脾。OK，那不单单代表我们的内脏啊，或、哦、所谓脏腑，那它也代表着我们的一个一个人的所谓的心理需要。比如说现在你们在听一些那个西方学术在讲说人，我们我们在我们在划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划手机的时候，我们会呃就是有个脑有个电波会送到我们脑这里啊，后来我们脑会分泌出一种。 一种 chemical 叫做 dopamine，对吗？哦，类似这样子，会让我们觉得兴奋，让我们觉得好玩，让我们觉得刺激，让我们一直不断的动。所以有些人的手哦、啊、不听使唤，你跟他讲话，他一定要按这个按那个，他一定要动。比如说我们一起他他在电脑荧幕前面探索问题，他不能够停下来看问题，他一定要动键键盘，一定要动这个，一定要动那个哦。包括包括有些朋友那个在看 video，呃，for by for by 有没有？他一直会一直要动。 小孩子也一样啊，很多小孩子，你你拿手机给他，他一定要触碰那个荧屏幕，一定要滑，一定要滑，他不能够用眼睛看手不动，所以眼看手不动，他没办法，因为现在的人呢、啊，很多那个所谓的 generate 出很多的 dopamine，那 dopamine 呢会让我们呢非常的那个兴奋哦，所以一直不断的不断的一直在动。好，给回我那个天眼来。那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行呢，那我们。 不用任都不明等等的那些所谓的所谓的讲法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个五行里面所带出的，我们人的一种需要。好比水本身呢，我刚才讲啊、哦，它代表的是这个挑战性，我们人所需要的这个挑战性。好，我们人每个人都需要哦，变化啦，我们不能够一直死死的做一样一样东西嘛，或者是说啊，这样就够了，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探索，对吗？新的可能性。 那只要你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呢，这时候你就会得到什么呢？那木代表是一个我们人的所需的一个成长性啊、嗯，所谓的。那第一次听到我讲这个朋友呢，可以把它给抄一下哈，或许会对你们在职场上很有作用。因为在职场上，你必须要明白，比如说你的同事、你的那个老板哦、嗯、下属，他们现在到底要达到什么？他们到底要达到什么？因为我们人不会无端端做我们做的事情。 我们一定会为了什么而做我们做的事情？它的推动力在哪里呢？那推动力跟目的全部在这里，这个五心里头。所以我们古人呢、啊，已经把人的五脏六腑分成五大等，对不对？五等基基本上哦，五等。其实人的心理素质啊，也分成这五等。OK，那如果你懂了这个的话，你会懂得管理啊。那么你懂了这个的话呢，你也会懂得那个那个叫做销售啊，如何去 close sales。OK。 管理我就很重要了。管理其实无处不在，家庭也好，公司也好，对吗？其实大家都需要懂得这个管理学哦。那这个、管理学最好的那个依据就是五行学。OK，不要那个太多的招数，就是五行学。只要你把这五样东西掌握起来呢，一里通百里测，什么都行。那我们人呢，不单单说啊，我一直进步，一直知识成长，金钱成长，那么包包括高度成长、体重成长，<laughs> 对不对？那我们单不单单要这个木哦。 那我们呢，也要怎样呢？不只是我们能够达到做到一定的成绩，或者成绩一直不断的在提升，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做到什么？我们能够跟人家分享我们的喜悦，分享我们的成绩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只是自己生活，那么不管你做到什么都好，没有人跟你分享你的喜悦，你的成就，对吗？其实是很孤单的。所以，我们人呢，其实呢，人与人之间呢、啊，都需要爱，需要互动。所以这时候呢，我说火是代表我们人的这个。 那关系性啊，这是我们五行其中的人所需要的其中一种，所以关系很重要。我们人基本上是那个群体活动哦、啊，不是单一的、啊、群体活动，所以啊、呃，我们都需要有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性，互互动啦、啊，互通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交流啦、啊。那当然，除了人跟人之间的交流等等呢，我们也需要什么呢？那吃饱饭，OK，能够生存啊、哦。如果你。 没办法吃饱，没办法生存，你没有，或者是说你没有基本的安全感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你不可能做其他的，你你没办法的，啊、哦，比较难。这时候人会一直不断的那个非常的紧紧张，哦，那么有时候起起落落，心情起起落落，为什么的？因为一直不稳定。OK，当然有些人是天生就是，嗯，什么都好啊，就是一直在给着自己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不满足。 那么一个人只要不满足，哎，他也会一直不断的那个不稳定。所以，我们其实呢一直在求着什么？所以求会求着满足，也是求着这个稳定性。这门这门这门东西啊，我觉得那个非常棒啊！当我理理要悟到这个体系的时候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的人生呢、啊、那个越来越简单哦、啊。那么，因为以前呢，所谓的想要学一门一门学术，我就去上一门课哦、啊。但现在发现什么？不用了哦，只要你一理通。 真的是百里策，有时候稍微提一下，你就明白了啊、哦。因为你了解到一些根本哦，根本了解之后呢，我我告诉大家，哦、嗯，人就不会迷茫哦。我们不断的求求新知识、新学问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不稳定嘛。为什么不稳定呢？因为你还没有一个核心价值、核心体系在内运作。 也因此呢，你没办法，那个去去满足于现状，包括我曾经指导过一名这个武术教练啊，新加坡一名武术教练。当然，我说学习是好啊，但是他就一直在不断的追求新的门派、新的招数啊，那么新的那那个那个那个所谓的那个武术啊，那打法或者是门派的做法，那其实。 为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的球呢？难道他现在有的不够吗？他我我想他能够做到教练，已经是一名高手了啊、哦。那特别是国家级的啊、哦。那重点是他，他他他不稳定于，不安于现状。那我说，安于现状是个问题，不安于现状也是一个问题。但重点是那个程度问题有没有？如果你太过不安于现状，你一直追求呃所谓的那个创新啊、哦，那一直追求那个不断的变化，这时候我相信人生会很苦恼。 OK，非常苦恼，所以我们人必须要有稳定性是什么？一个所谓的一个体系，一个 system 做法。比如说，现在有几个步骤，我说五个步骤，五个 OK，你只要按照刚五行五样东西，你起码依着这五样东西来做你任何等等的东西之后，你再从这五样东西来所谓的创意。那我觉得以这五样东西这五行为你的基础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呢，这时候你你的那个所谓的。 那个飞跃啊，人生的一个飞跃会非常快，因为你有一定的那个核心啊，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这时候你核心什么呢？五五五行啊，那你明从五行里面去明白到人的根本，有这根本之后，你分析任何东西，包括你的 sales 管理等等的，都用人的根本，所谓人的需要来做这个为这个、呃、核心思想啊。那我想你在研究任何任何的那个所谓的科目，都会很快能够掌握上手。 但是如果你没有核心的话，你一直排斥体系的话，你会永远颠倒颠啊人生，你会永远起起落落，你会永远不稳定，你会甚至永远精神紧张下去。OK，所以人必须告诉大家，先要有一定的那个那个叫做基本功，也就是一个 system。OK，这是为我们的基本功。那之后呢，再去做你该做的，依着那个为基础。 基本功就好比一个原则哦，你不能一直在换的，你越换越糟糕。所以土本身是需要的哦，土会克水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致、一贯性、一致性哦，那这个才能够达到所谓的土的这个要求。所以我们人是需要稳定性。我刚才讲了两种两方面的知识，一个是需要啊，我们人的需要；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怎么做来达到这个需要。好，来再给我听一 那从这金呢？我们说这金呢？那我们除了说能够要吃饭之外，这里讲要吃饭嘛，土讲要吃饭哦。金是什么？那当我有了吃了之后，OK，每个人都一样。当你比如说工作稳定了之后，事业稳定了之后，你追求的下一个就是名。名是什么？你可以是那个在职场上啊、哦，那么就是就是。 就是那个去尽量去把自己的那个位置啊、自己的能力啦、啊，给给所谓的那个扩充啊、哦，那这让自己呢更加凸显啊，来创造更多的那个成绩、成就，甚至他人对我们自己的认可度，对不对？不管是在职场上也好，在自己的事业都好，其实大家都会啊，都会的。你注意看，我们人都会的，都会这样子做的。所以说，这时候金代表什么呢？我们人在这世间里头，我们个人的、啊、所谓的这个。 OK，人的一个重要性啊，那那重要性是每个人都需要啊，面子啦、啊、自尊啊、嗯、尊重啦、啊、，OK，所以每样每样那个关系到相关系那一方面呢，都归纳在这个经，所以我们人第一需要面子，我们需要不断的那个所谓的变化，懂吗？不能够一直一直一样的，不可能的啊，小变化或者大变。 话啊、哦，就这样子来看，我们人需要成长的。你你不成长，你就后退；你不前进，你就死亡。没有所谓的那个叫做 break even，有没有？没有这种事的啊、哦。火呢，本身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所谓的关系性啊、哦。人跟人之间一定会有要有互动，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啊、哦。那个就算你是自己一个人住，你去到外头有没有？你还是人家卖东西，人家卖给你，对不对？还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交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可能是单一一个土呢，就是那个。 就是，就是吃饭呐、啊，哦，安全安稳呐、啊，就是那个有保障啊。OK，好，讲完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回来看一看哦，这个宛平的她的那个碰到的那个那个那个问题哦，比如说跟一个孩子讲说不可以这样子做，很危险哦。后来呢，小孩子就、啊、为什么妈妈那么大声，有没有？或者爸爸那么大声，那么听了之后，小孩子会怎么样？那么甚至会生气咯。 我没有，那就这样子做。我没有，明明这样子做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他会抵赖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这样子做哦。我我是为了什么这样子做？或者或者是他会跟你讲很多理由，有没有？后来呢，反正怎么讲都好，他就是他就是在 argue，有没有？在讲在在在反驳哦，反驳你的一句话叫做很危险。好，我们先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这样的一句话哈。从五行角度，这时候你讲到，比如说你跟孩子，你跟他喊了一句，喊一句很危险，不可以这样子做。 很危险，这时候马上他会有什么地方受损？那第一喊他失去了稳定性，第一他好像做不对了，对不对？马上稳定性啪毁掉。然后呢再来呢很危险，我知道了、啊，我知道、啊、有没有？有些人就是那种你懂吗？你讲他他又不听的哦，你讲他他就我知道啊，只是不想做而已啊，有没有啊？他就是硬硬跟你凹，有没有？那他的重要性受损，因为好像我不知道，这是这是危险的有没有？ 或者有些小孩子真的，他现在才知道，包括大人也一样，没做过的东西，真的你会不知道，OK？但是当你去做的时候，你才真的知道。而这时候你，你，你不懂就是不懂，承认嘛，对不对？但很多人不承认，为什么？一旦我承认我不懂，是不是没面子？对不对？这时候金又会被又会受损，所以金又会被被敲掉，有没有被克啊、哦？好，那么。 比如说一句话这样子跟小孩子讲了，他两个五行马上不见掉，就是土跟金，所以突然间脾胃不见掉，突然间肺不见掉，有没有所谓的所谓的啊？所谓的哈，这就是人的心理学。那么这时候他怎么去，他怎么去争取回他的五行呢？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哦，五行不见掉就让它不见掉，我们没有那么的，你懂吗？就算是最窝囊的那一个，哦，他也会窝囊到底，来证明自己很重要。OK。 真的，人就是这样子来做啊，所以每个人会做正面或者负面的。那么有些人他们哎被讲了之后，他们会去证明自己，说好我会改变，好我会做得更好。他真的会反思反省啊。所谓，但是有些人不会，有些人不会，他他他不他不求反思反省这一句或者这这这这这道门路，他反而求那个不不用负责，OK，只要不用负责，他就可以耍脾气了。这时候这小孩子看，像。 婉平这里讲了、啊，甚至生气了，对不对？他小孩子生气了，对，耍脾气。好，我跟大家讲啊，一个人如果说我失去了稳定性啊，因为我发现我像那个刚才做的不对了，好像后来呢，我好像真的不对了哦、啊，因为东西真的很危险哦、啊，但是我没有发觉到，有没有失去了面子？后来失了面子之后呢，怎么办？后来我就那个会成长吗？他当然不会啦，因为他学他他基本上他以为他学不到东西。 但是大人是要他学东西，对不对？后来他的木也被收也受损啊，对不对？后来他看着这个大人，大人这样子跟他喊，跟他喊，对不对？骂他啊，那这时候关系性有没有？人跟人之间关系性也没有了。那他有很多个五行不见掉，OK，一时间，所以这时候他必须要争取回来。他怎么争取？脾气，生气，他就摆个脸给你看。我，真正真正懂吗？不懂。 有没有<笑>？OK，他 <laughs>。就这样子哦。那就是不管啊、哦，对他就是他就是那个凹着个脸那、啊、大人也会这样子啊，大家不只是小孩子啊，大人也会啊哦。因为不管年龄多大，还是有些人不成熟的，OK，还是有些人不成熟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必须要、啊、要经历过那个人生啊，那个那个大坎哦，大坎，我们叫大坎卦哦，那才会真正的那个成长。大人也会的，大人也会的啊。哦 所以我们在讲讲小孩子吧，这时候他以生气来做回应，他怎么样？他在维护着，甚至在捍卫着哈、哦、他的那个所谓的他他做了等等，他做了等等决定，他在保护着，是捍卫着哈、哦、他等等的决定。那么这时候，他为了达到什么？确保说我做的东西没那么糟，OK，没你想的那么危险，OK，起码他抢救为什么？他的精，他的精啊，精是面子啊，精是面子。 所以这时候他会跟你发脾气，单单发一个脾气已经证明他的存在性，你懂吗？好，那么再来呢？发了脾气之后，你又没办法继续来讲他，比如啦，哦，他可能闹得厉害，哭得厉害，他比你喊的还要大声，他甚至大大吵大闹哭。这时候你可能换换回来，你你又要去安抚他，对不对？他从中单单一个脾气，他又可以得到他的精，他又可以得到他的关系性，他的火，为什么呢？你会给他。 好啦好啦，不要这样子啦！我刚子，可能我讲话太大声了啦，那对不起啦，有没有？后来你可能需要跟他道道歉，有没有？后来他会得到什么？稳定性，OK？为什么稳定性呢？很稳定，他不用改变，很稳定。他刚才没有那么的糟糕，他没有你你你口中所说的那么的危险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稳定于，而且他稳定于你现在要向他臣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简简单单的哦，一个发脾气。 得到了好几个五行啊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人的基本需要。为什么人会做人做的东西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啊、哦？所以晚平分析基本上没错啊、哦，基本上没错。当然，嗯，这是这是对啊、哦。所以这时候你说他发脾气，发脾气呢，甚至是木哦，甚至是木，OK？因为木本身呢，你们来看看晚晚晚晚平的问题哦。那甚至是木，因为因为。 好，比如说我现在很肯定你做这事情是那个呃很危险，我现在就发个脾气，对不对？我破你的认为，我觉得你不体谅我，你不了解我，你不你不知道我。那么这时候我我的用意是什么？你可能没看到啊、嗯，你只看到危险，但是实质上危险吗？可能没那么危险啊、嗯，或者是就算是危险都好，我为了什么而做？ 有没有？他会有自己很多千般的理由。那么这时候，他确实就是要来发个脾气，提升自己。有没有？是木啊，成长啊。后来来破所谓这晚平啊，这土。OK，比如说做妈妈啊，这土。那这时候他来破你的土，他让你不稳定啊。当你看到他可能很很很凶、很凶悍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啊，你又没办法去讲他，你又没办法去管他，你又没办法去，你懂吗？你完全拿他没办法。 他就自由，有没有？他就自由。而这时候我就非常的不稳定。反正现在那个所谓的那个 turntable 有没有？那个 table 转过来我这边，现在是我的问题。所以发脾气是什么呢？捷径啊！我现在只要发一个脾气，我不用做其他的那么麻烦，我不用去上课啊，对不对？我不用学明因为人性、五行啊，我只需要发脾气。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麻那么麻烦？学什么五行的？不用，我只需要发脾气 <laughs>。 对不对？一脾气一发，五行齐全。那当然，这些是个人小孩子的想法了。如果换成大人，可能下一步就不这样子做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不成熟的小孩子，下一个是藤鞭伺候，对吗？看谁的稳定性比较没有。后来老长长辈就拿藤鞭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打啪打他，对吗？这时候谁的稳定性又在没有掉呢？他的稳定性又在没有掉。 对不对？所以开始他的稳定性没有，后来他发脾气，尝试把我的稳定性打掉。后来呢，我也有，我也需要稳定，我确保我讲的东西是你听了听得进的、啊。我就拿出了藤编，为了编你，有没有？编了之后，你的稳定性不见掉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的成长性被我打掉，有没有？后来呢？啊，这个来来去去啊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到最后谁的那个拳头比较大，谁赢。<laughs> 在这种情况之下，OK，有些时候是人家那个所谓的。 嗯，英、um, 英语叫做 “you ask for it”。OK，本来没有人要用拳头，但是你先开战，有没有？你先开战之后，没办法，拳头要来啊、哦！这就是讲了，如果说大家以和为贵，对吗？成熟一点来对待，不要以脾气来作为首要执行，或者为那个工具、那个器具、那个武器，甚至你不要用脾气，大家可以谈，而且可以把东西谈得更更好。 扩充的更多，那么这叫做配合了，对不对？但小孩子不懂了，小孩子不会懂这些了，所以小孩子最终呢，还是要有一些东西来伺候呵呵，对吗？一些情况之下哦，当然了，这是个个个个个别个案啊，个别个案哦、啊，不是每一个都需要。OK，所以网评要分析不错哦，不错。那么，哦、呃，刚才其他的我都有有讲到了哈、哦，所以嗯、呃，希望你能够从中呢来消化多一点哦。那么。 刚才讲了最后一句，就是那个小孩子哦，如果说听了不可以，对不对？那么呃，就会变得更想要去做哦，不是因为他，你有时候我们就就就是因为他的水了，他的精，对不起，他的精了，OK，他更加证明自己没有错，所以他更会想要去做，OK，所以这是基本上哦人的一个运作模式，只要我们了解到之后呢，我们有几种几种对待的方式，要么对待他的精。 五行相生相克，对不对？有生有克，你大可以去克它的金，大可以去克啊、哦。那或者呢，你可以用水来消耗它的金。OK，就这样子哦。甚至有些朋友呢，能够去生服它的金。所以五行的那个所谓的作用啊，就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那有些朋友呢，你们如果说对 sales 方面啊这些有兴趣啊，我觉得应该研究一下这五行关系哦、啊。我们的人性五行学，那会对大家很有帮助哦、啊。 好，所以呢，我就先来这样子来交代啊，对这婉评来这样子，那这样子来交代吧啊，那我们来看看下个问题吧。